蝴蝶一路上来，今天算中上。我礼拜六买580跟480，礼拜五最高价，最高价啊，礼拜五最高价680，啊，今天最高价500。哦，鱼多了一点啦，鱼多了一点就价格，我们叫公称为那个西京鱼头啊，一样啊，它这有主人价格，因为承销商就是那些嘛。对。你买五尾，我买五尾，20尾中30尾出来，价格就下降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啊。400多、500多、500，今天最高价。低价的哦，大部分都是做罐头啊，煎的啦，不是生鱼片等级的。那个为什么渔民都苦哈哈，说什么价格不好，卖不好这样子？不是啊，他今年太集中了，鱼太集中了。不就高月吗？不是太集中，那几天种的太多了，承销商消化不了，就价格就低了。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像这一条鱼哈，要怎么吃，哪边是最？三角肉，这边三角肉，这边三角肉在这边，三角金三角，就这个就是金三角，最高，一盆可以卖到多少？我们这算公斤的啦，现在最高价，现在比较便宜耶，现在最高价差不多6000块，一公斤，啊，最低价。品质比较不好的，差不多3000块。这个不会说没有人要啊，就等级问题而已啊。小朋友或是比较年轻人，对我们这个生鱼片来讲，就比较有一种排斥。像我们现在也在推展出食鱼文化，其实鱼海鲜类就是我们的营养养分的一个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，尤其是我们的那个。日币我们的贬值太厉害了，不然的话有一部分呢、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黑尾鱼也会销到日本去啊。我们内销来讲也是在一个包括我们地震啊，我们一个观光的产业来讲有一个萎缩，当然这个要促销的方向也是一个。没有希望政府要怎么做才能帮助到你？现在我们政府这个是一个市场机制啊，不要讲你说几个市场叫渔民不要去捕捞，这个不可能的事啊！你捕捞的是一个自然现象，让它进来的话，未来像我们今年跟前年的量比较多，像我们大前年大概是2000多条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将近快2000条了，所以这阵子前年我们大概4000多条，这整个市场的一个怎样的一个调配，我相信未来。我们都是跟渔民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双向的沟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。有插入我们才有这样的价钱，不然之前都已经跌到很低啊。多低？一条尾鱼，一条黑尾鱼，你可以想说可以卖到1-2万块。在以往的价格的话，至少要3-4万呐、可是你只要1-2万，那鱼。渔民的补助啊是怎么办？你看鱼饵很贵呢，鱼饵一般的话就是那个什么，像一般的话都要都10万、100万起跳呢。然后加上油钱啊，那外劳的薪水啊，然后一些这个杂七杂八的那个所谓的话，你知道一条船的它的什么经费啊，至少都要200万起跳啊。成本就要对对对，成本、卖有到这个价钱吗？问题是鱼它价钱没有提升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去那个？没好啦，那一条鱼就爱要4-5万块的鱼钱啊。你这个就一尾，才一换着200-300块，1-2百块才好啦，没好啦。200块？系啊，是哎呀，那系啦，啊上水的，看或者今仔上水，看是300-400块，这样没好啦。你是捕什么鱼的？300-400块。对啊，拢只讲今拢1-2百、2-3百尔，这袂好啦。这个人无多啊，最后顶头落啊冻，我上少个300二，
啊嘛，遐增长增长哩吧，后八十啊、七十的。啊，那遐尼遐尼价格那么低？我也知，要安怎？这安怎我都唔知啊。大家是安尼吃，是吃饭啊问题，还是安怎？唔知啊。比以前搁较歹了。增长搁加今年较高，增长就涨到上低，才涨到八百。今年哦，今年涨到百二十，涨到一数都看无啊。你看，安好几条刀啊？几条刀增长搁八到十块，进行四十块。哎啦，迄个鬼头刀的啊，今年新四十尔。哦哦。啊，这行，这是变那特人无多啊。我觉得台湾这个农渔业真的很可怜，很可怜，而且就是大陆有这么好的、这么大的市场，然后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最好的农渔产品销到大陆去哦。这个是民党政府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啦，不要每次都是这个动不动就是去挑动两岸的这个对立哦。那其实民间做很多，我们在野党哈之前也做很多，这个我们一批立委不是这个到大陆去哦，去北京那边，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观光经济回春。嗯，可是呢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就被赖清德的一句两国论全部都打掉了啊。所以那个有民众说，如果像这个国民党组团去大陆哈，当两岸关系紧张关系的刹车皮，但是却不被执政党给这个认可哈，而且还在后面倒打一把。有人说，那干脆国民党就不要做这个两岸和平交流润滑剂啦，让民进党自己去承受。确实这是两难呐、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台湾能够更好，民生经济各方面的交流都能够恢复，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在想什么，那我们才能够知道未来台湾我们可以往什么地方再去再去精进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那可是如果说像民进党政府这样是完全都不往来的，那不要说是经济上面，然后大家各方就是对岸也不理解我们，我们也不理解他们，然后那个对立冲突就会越升越高。对，难怪全世界都看台湾都觉得很危险。那我们自己怎么能够不担心呢？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如果说站在在野党的角度的话，我们根本不要去理两岸关系，反正这个就全部交由民进党政府去处理。可是他们处理的状况就是带着我们要走向悬崖的边缘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对，战争边缘。对，所以即便是可能会受到一些民众的骂名，可是我们想说，这还是我们的责任了。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、面食、甜点以及手摇饮吗？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，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，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。餐前30分钟，一次吃两颗，吃大餐 so easy。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是柠檬红茶风味的，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哦，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，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IS 健康许可。这个成分呢，其实是很天然，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。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，为自己的健康、自信与美丽下单。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，因为会有额外折扣。